继续学习吧。还是先一起，还是一起学习，继续学习那个，弘一大师的演讲录啊、演讲录。这篇名字呢叫最后之什么什么，没他不清楚了啊，就用两个方块代表的，可能没记全吧，反正这是在。也是在南普陀寺佛教养生院同学会做的讲记吧。佛教养生院已办有四年了，诸位同学出来的时候身体很小，经过四年之久，身体都长大了，有的和我也差不多。光阴很快，人生在世，自幼年到中年，自中年到老年，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光景，实在说与一会儿差不多。就我自己而论，我的年纪将到60了。回想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到现在，种种经过如在目前，我想我以往经过的情形，只有一句话可以对诸位说，就是不堪回首而已。我常自己想，我是一个禽兽吗？好像不是，因为我还是一个人身。我的天良上尽了吗？好像还没有，因为我尚有一线天良，常常想念自己的过失。我从小孩子起一直到现在都埋头造恶吗？好像也不是，因为我小孩子的时候常行袁了凡的功过格，30岁以后很注意于修养，出家时也不是没有道心。虽然如此，但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就大不同了，因为出家以后20年之中，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差不多呀。天良虽然没有完全上进，但是昏聩糊涂一天比一天厉害，养活与天良上进也差不多了。讲到埋头造恶的一句话，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存乎其存的一个埋头造恶的人，这个也无需客气，也无需谦让了。就以上所说，看起来我从出家后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真可令人惊叹。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功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去年春间曾经在养正院讲过一次，所讲的题目就是南闽十年之梦影。那一次所讲的字字之中都可以看到我的泪痕，诸位应当还记得吧。可是到了今天，今年比去年更不像样子了。自从正月20到泉州，这两个月之中弄得不知所云，不止我自己看不过去，就是我的朋友也说我以前如闲云野鹤，独往独来，随意息止，何以近来竟大改常态，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了一个应酬的和尚了。这是我的朋友所讲的。应酬的和尚这五个字，我想我自己近来倒很有几分相像。
如是在泉州住了两个月以后，又到惠安、到厦门、到漳州，都是继续前岗。除了溧阳还是明文，除了明文还是溧阳。日常生活总不在明文溧阳之外。虽在瑞竹岩住了两个月，啊，稍少闲静，但是不久又到七宝亭茂春善知识，受了许多的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可以说惭愧已极了。九月又到安海住了一个月，十分的热闹。近来再到泉州，虽然时常起一种恐惧厌离的心，但是人不免向着一条明文利养的路上前进。可是近来也有件可庆幸的事情，虽然我近来得到允春十五岁小孩子的一封信，他劝我以后不可常常宴会，要养静用功。信中又说起他近来的生活，如吟诗、赏月、看花、静坐等，洋洋千言的一封信。啊，他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竟有如此高尚的思想、正当的见解。我看到他这一封信，真是惭愧万分了。我自从得到他的信以后，就以十分坚决的心谢绝宴会，虽然得罪了别人，也不管他了。这个也可算是近来一件可庆幸的事儿了。虽然是如此，但我的过失也太多了，可以说是从头至足没有一处无过失。岂止谢绝宴会，就算了结了吗？尤其是今年几个月之中，极力冒充善知识，实在是太为佛门丢脸。别人或者能够原谅我，但我对我自己绝不能够原谅，啊，断不能如此马马虎虎的过去。所以我近来对人讲话的时候，绝不顾惜情面，决定赶快料理没有了结的事情，将法师、老法师、律师等名目一概取消，将学人、侍者等一概辞谢，啊，孤身一人随我出府，这个或者也是我一生的大结束了。再过一个多月，我的年纪要到六十了。像我出家以来，既然是无惭无愧、埋头造恶，所以到现在所做的事，大半支离破碎，不能圆满。这个也是分所当然啊。只有对于养正院诸位同学相处四年之久，有点不能忘情。我很盼望养正院从此以后能够复兴起来，为全国模范的神学院。可是我的年纪老了，又没有道德学问，我以后对于养正院也只可说爱莫能助了。啊，与诸位同学谈的时间也太久了，且用古人的诗来做临别赠言啊。诗云啊，前面一句呢也用方块代表啊，没有了。后边是万事都从缺陷好，迎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啊。这篇演讲可以说是弘一大师的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检讨吧啊。从这里边，我想弘一大师如果说没有成就，那咱们可能成就就更谈不上了啊。弘一大师在人间呢有很多成就啊，说诗词呀，书画呀，还有这个戏剧啊。啊，都有很高的这个修养啊，就是包括咱们这个对联，我刚才看也是弘一大师的对。
对联啊，咱们外边这些门上那个木头的那个上面写的都是弘一大师的这个书法对联啊。另外他的学生那个丰子恺还画的养生画集，这都是在弘一大师的直接教导下写出来画出来的啊，都影响了很深远啊。包括出家以后，弘一大师这二十年研究律学啊，那律学呢已经没人研究了啊，没人研究，很枯燥，很难啊。而且现在也没人对这些喜欢了啊，喜欢了。所以，弘一大师呢，就别的不研究啊，没人研究的，人家去研究啊，人家去做啊，研究了二十多年，有很多的感慨吧啊，也讲过很多啊。本来这里边前面有一个讲律的一个东西，因为里边太深了，我深了啊，感觉就跳过去了啊。他在那里边就讲啊，自从南宋以后啊，宋朝以后，实际上中国啊已经没律了啊，也真是没有真正的僧人了啊，没有真正的僧人了。但是呢，把这些说出来啊，又得罪人啊，他也很为难啊，两为难。那么到了60岁，这么大的世间的名啊名气，在佛法中这么深的修养啊，只不过是多讲了几次经啊，多参加了几次这个素斋吧，可能是啊，或者是多接受了人一些这个礼拜吧。但是呢，弘一大师也认识到这个不对啊，不对。而且呢，他是受到一个允春那里一个15岁的小孩子的给他写了封信啊。他的朋友呢也跟他讲，好像变了个人啊，变了个人啊。所以他呢明白了啊，要把这些应酬的东西啊，虚浮的东西，没必要的东西啊，实际上都是打着佛的名号啊，搞啊这个名闻利养啊，世间法的东西，通通扔一边去，不要啊，不要，没有想要的啊，只不过做呢，不由自主就做成这个样子了啊，人都是这样啊，我们也都是这样。不由自主，慢慢不知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子去了啊！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得懂啊，你不能陷进去出不来，麻烦了啊！到临终你是什么样就完了，坏了，可怕了啊！没有自知之明就坏了啊！所以弘一大师呢，说坚决的把应酬。啊，把这些去冒充善知识呀，全部扔掉，断掉，啊，把名头啊，什么法师呀、老法师呀、律师这些名头一概不要了，啊，学人呀、侍者啊，一概辞谢了，啊，依然变成。这个闲云野鹤啊，回归他本来那种心境去，回归他原来那种清净的生活去啊，出家生活啊。我想这是那个弘一大师给我们用他自己的修养啊表态做的功夫，给我们做了一个表率啊。你到了60岁了，这么大的影响力啊，这么高的学问，讲点这个还有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好像呢，啊，大家现在这个社会都这样啊，都这样，有点啥就不得了了，啊，就觉得了不起了，啊，这就开始就变成冒充善知识了，啊，冒充善知识，往往都这样。所以我想我们也要像
啊弘一大师学习啊，不要以为我们学了点佛法了我们就了不起了啊，我们就怎么地了。我想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啊好像也在做这些佛教的事情啊，好像也是在世间啊啊忙忙碌碌的从头到尾干着什么，但是啊仔细一想这都是什么呢，都是虚空幻影，假的啊，假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啊，你在虚空幻影中、梦幻泡影中呢，你要搞懂啊，搞懂你得从这个梦幻泡影里边啊出来啊，你知道你是在梦幻泡影里边啊，否则呢，你在梦幻泡影里边你还搞不懂你在梦幻泡影里边啊，我们还做着这样那样的事情，好像也是佛法。实际上呢啊还很理直气壮，但是自己不明白自己已经是在这个梦幻泡影里边了。这一辈子过来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泡泡戳穿了，你依然在梦幻泡影里边啊，还在轮回啊，无论你搞的是佛法还是世间法没用啊，没用。所以我们要搞懂啊，学佛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梦幻泡影啊这个泡泡你得给它戳穿了啊，你自己一定要懂得从这个人生的大梦里边要醒过来，你要不醒过来啊，你即使做的佛法也是在梦中做佛法，没用啊，没用的啊。所以这个弘一大师给我们讲这一条非常好啊，非常好啊，我们一定要自己要清醒，你要搞懂我们现在是干嘛呢啊，干嘛呢，在什么状态下，是不是说在梦里边梦游呢啊，好像也在搞佛法，天天干这干那，好像也是佛法啊，对外一说呢我们是佛法啊，还很牛气啊，这个就错了，真的错了啊。梦中醒不来啊，你还在梦中六道轮回醒不过来，没有用啊，根本来说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大家呢慢慢的啊，没有什么必要啊，没有什么事情啊，也要向弘一大师学习啊，人世间没必要的事儿，可做不可不做的事儿，我们少做不做啊，我们就做最必须的事儿啊，最必要的事儿啊。就从我们打完气就跟大家介绍啊，除了最必须的啊，家庭生活工作学习啊，其他的呢没啥太必要的，我们尽量修行吧啊，修行吧啊。真正说除了睡眠时间啊，除了工作休息时间，你修行时间实际也没多少啊，加起来实际真的也没多少啊，我们把剩余这些时间抓紧那个修行啊，这个最好了啊，这个有可能。而且修行呢剩余这点时间也不能全做，佛法多了去了啊，你每个都做一点那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啊，就跟这个弘一大师讲的啊，又应酬又讲经又干嘛啊，又参加宴会啊，又当这个老法师去了，律师呀什么名目，时间一晃眼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我们宁可把这些最没必要的东西放掉放掉啊，不要做，做了耽误时间不说，关键是最后啊，我们如果没有受益，得不到真正佛的力量，你最后还得出问题啊，业力啊那个是太大了啊，不可思议的太大了。你想说稍微放逸一点，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就过来了啊。你就昨天看那个北京青年报啊，说哈尔滨有个人啊，在家里拿匕首把他姐姐刺了，沿街刺伤12个人，刺死了一个，最后让警察给打死了。你说那十二个人，那平白无故就来了一刀，这不知为啥来到的，真是这样啊。我们现在也得警惕起来啊，除了最必须的
啊，跟佛的力量最直接接近了。其他那些虚的东西啊，宁可少做不做，没用啊，没用啊。每天啊，我们建议啊，除了这个大量的时间得拜忏诵经念佛，得这个样子啊，得这个样子，直接从佛那儿得到力量光明，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啊，实实在在的问题。哎，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好像也顶了个名儿在学佛呢，结果呢让人一棒子打晕了，完了说你看佛咋搞的，又不管我们。啊，这弄错了，跟佛没关系，跟佛一点关系也没有啊，一定要搞懂，这是我们的事，自己的事儿啊。所以我也说在也非常的盼望有一哪一天咱就不搞这些了，最好了，就大家都各回各家，清清静静自己修行，那最好了啊。